喂，兄弟，烦都烦死了，还喝什么酒啊？哎，别提了，我小时候啊，我爸妈给我订了个娃娃亲，现在逼我结婚，有什么好的？连面都没有见过。哎，你想啊，那女的从小就在山里长大，能好看吗？哎，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得想想办法让她退了婚才行。行行行，就这样啊。哎，这什么破地方啊，这都什么鬼地方啊，今天必须让他把婚给退了。哎，这房子有人住啊？是人住的地方吗？哎，脏死了，有人吗？什么破地方啊，有人吗？哎，人呢？这什么鬼地方？恶心死了！不会是他吧？哎，这衣服，这裤子，这鞋子，哎，真要是他的话，这婚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。我先去套套话，看看是不是他。妹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谁呀？我叫什么名字关你什么事啊？哦，我就问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告诉我，我就过来找个人。你找人就找人，你为什么要问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哼，脾气还不小嘛，快点把名字告诉我，我去找个人啊，我就走了。走开点。你就告诉我咯，告诉我我就走了。走不走？不会是他吧，这也太可怕了。天啊，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这么冷的天多危险啊，你跑这里来干嘛？还有啊，以后不准再跑这么危险的地方来了，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你家人怎么办啊？他们会担心你的，快回家吧。这是脑子不好使吧，一会儿温柔一会儿暴躁，肯定是脑子不好使，对了一堆图讲了半天。哎呦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我送你回去。小蚂蚁，你快点回去啊。蚂蚁，听话听话，快点回家。这跟蚂蚁说了半天，这同情心泛滥的。回家啊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就你这性格，跟那天气预报似的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小雅的人？小雅？你找她干嘛？我找她有点事，你认不认识啊？你又认识她吗？我不认识啊。你不认识，你找她干嘛？你就说有没有，别啰嗦，我是她娃娃亲的对象。就是你啊，幸好我没有同意，这么没有礼貌的人。什么？就是你啊？你就是小雅？是啊，幸好我没同意，要不然啊，我看到你我也会退婚的。正好。哎，不对啊，要退也是我退你啊，你凭什么看不上我？像你这种人，要是有人能看上你，我估计啊是他眼睛瞎了吧。你好，今天我就让你瞎一回，这婚我不退了。我退？反正我不退。哎，你等等。你怎么还跟过来了？我就要跟过来，反正过不了多久啊，你就是我老婆了。谁是你老婆啊？神经病。走开走开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地里摘菜去做晚饭啊。我帮你去摘呗，晚上你给我做个晚饭吃呗。好啊，你去摘，摘来了再说。那你呢？
我不去，你不是说你很能干吗？你去啊。去就去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今天不是来退婚的吗？我怎么还去讨好他了？我疯了吧？不过，长嘛，长得还不错，就是脾气差了点。我现在的口味真重，怎么会喜欢跟蚂蚁说话的女人呢？我是疯了吧？哎，管他呢。小雅，小雅，我回来了，看怎么样？这么快，在哪拔的？那边啊，好大一块萝卜地，我就拔了两个。我们家萝卜在这边，你去那边给我拔萝卜。等下别人看到会打断你的腿。那你家萝卜地不是在那边啊？不是啊。那你没告诉我啊？你要去偷嘛，多偷几个了，反正都要挨打。我这，你真应该告诉我。哎，要不我该怎么办啊？我给别人还回去吧。你现在拔都拔出来了，怎么还啊？给我吧。那我等会给他们钱行不行？算了，吓唬你的，不会打到你的腿。我们村里人啊都很大方的。那就好，那我今天晚上可以在你这吃饭吗？随便你。妈，这个月的生活费我打给你了，您自己好好照顾自己。喂，妈。喂，姐，妈出去买菜了，手机她忘记带了。哦，是这样啊，小健啊，我就是想跟妈说，我过段时间啊想回老家一趟。你说我和小凯结婚也有5年多了，因为一些家庭原因，加上远嫁，所以一直没有回家，我想家了。回来好，我知道了，等妈回来了我就跟她说。还有啊，等妈回来你记得跟她说一声啊，上个月的生活费我昨天打给她了。行，我会告诉她的。那行，爹，我还有事就先挂了，回家再见。小健，我回来了。姐，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是啊，你姐夫和孩子啊都嫌难熬车，都不愿意陪我回来。来，姐，先坐下再说。怎么没看到妈？妈去哪了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姐，既然你回来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，也瞒不住你了。其实，妈已经去世了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骗我的。每次我给妈打钱都是发信息给她的，她每次都回我。每次给你发消息的其实都是我，妈去世以后手机啊一直都放在我这。其实妈在3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，妈在临终前说不要让你姐姐知道。我问妈说为什么，妈说你高中毕业以后她想让你上大学，而你选择不上，想提前步入社会。妈跟你沟通后你们之间有了矛盾，你一气之下就走了，而且还赌气嫁得那么远，这一走啊就是5年。小静，我没有怪过妈，我出去打工第一个月挣的钱我都打给她了。其实妈也没有生过你的气，她跟我说你在外面不容易，既然你有自己的选择和追求，当父母的应该支持你而不是反对你。你每次打钱回来的时候妈都没有花，都存在卡里，她说等你以后有急事了可以用得上这笔钱。既然你回来了，这张卡我就交给你。
是女儿不孝，没能见你最后一面。这事也不怪你，是妈的决定。她知道你和小凯结婚以后，她家的条件啊也不怎么好，你和孩子的日子啊过得也不好，你们俩在外面打工啊也不容易，所以妈让我把卡一定要还给你。以后啊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，妈不在了，你就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妈，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女儿。姐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